对于管弄琴是什么一个一样的乐器，我以前概念都没有。再加上它的机械零件相当多，那这是我自己的个性，因为我小时候就很喜欢维修一些机械的零件，发觉它有很多东西可以去研究它。那我本身对它就有很大的好奇，所以我对它真的是一开始我就不会讨厌它，慢慢的喜欢它，到现在我反而越接触它越多的时候越喜欢它。每一台管弄琴都是它独特的，它跟人一样，它没有两台管弄琴一模一样的。你要先了解管弄琴的背景，你才有办法去从事这个工作。你对于声音的敏感度要够，你才要知道怎么去调每一台管弄琴的每一个声音的组合。实际上做它也是一种考验，当做完的时候也是一种享受。我从来不会去计较说我得到什么，我只知道说我要把它完成，真的是一种是打心里的喜欢的感觉了，也是一种乐趣。